权主要指的是太极、形意和八卦这三大门派，他们三足鼎立，各有所长。现年60岁的马传旭先生是北京八卦掌主要传人之一，他走的掌法如流水，似和风，缠旋萦绕，变幻无穷，时而蝶戏花间，时而阴盘长空，转身则龙潜海底，举足则虎啸山中，充分体现出八卦掌讲究不竭生活、横开邪劲的特点。